其实默默啊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你对他有点耐心，他对你是会改变的。说了顺其自然了。哎，对了，黄自立，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你呢。谢我什么？老王的事儿啊，那天幸亏你在，要不然他真的悬了。谢谢了。也是我应该做的。我觉得你穿上手术服的那一刻真的超帅。 这医生不都那样吗？以前我对你是有偏见，但是从认识你开始到现在，经历那么多事儿，对你了解了也很多，我越来越确信你是被冤枉的。真的，你现在终于相信我了。你这个人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，还愿意拿出10000块钱去帮别人，怎么可能收别人的红包呢？我发现。 你这个人善良，有正义感，专业技术还一流。我相信你本来应该是个特别优秀的医生。谢谢你，你能说这句话，我挺满足的。你说，想当年我也是有梦想的人，从当上医生的第一天起，我就是兢兢业业、任劳任怨、真心对待每一个病人，用自己的良心。 和人格来行使职责，可后来却成了收受贿赂的无良医生，连最基本的做医生的权利都被剥夺了，挺可笑的。不好意思，说了那么多。没事儿，你想说就说呀。有些事情啊，就是你压太长时间了，说出来就好了。没想到方警官还这么善解人意呢。 以前我是恨铁不成钢。行了，我一会儿还有事儿，先走了，别送我了。还没走啊？ 小段，坐一会儿，我正好有事儿找你。什么事儿？你老公不是律师吗？我想请他帮我带了一个案子。怎么啦？惹官司了？哪是我呀？是黄自立。我想帮他把5年前那起医疗事故的案子重新打一下。是你想替他翻案，还是他想让你帮他呀？ 没有，我刚有这个想法呢，他还不知道。方言，你什么情况啊？是这样的，我现在越来越确定，5年前那起医疗事故的贿赂案是冤假错案，我想还黄自立一个清白。哎呀，这么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啊？ 你看啊，黄自立他现在的情况太不乐观了。先不说5年前这起案子对他影响有多大，他有多需要一次重新站起来的机会来证明自己。就他现在，本来生活就过得不容易，现在又失业了，还带着中老一老一小，对他们俩影响也很大。还有木木，自从失去了妈妈之后，他状态一直不好，对黄自立非常抵触。 但现在可以说是举步维艰，我特别担心他没有能力和毅力带着他们俩继续走下去。理由挺充分的，要是黄自立不能重新站起来，那对于木木来说也太可怜了。是，孩子是无辜的，所以我想帮他。我明白了，行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让我老公义务把这个案子给接了，而且。 只需打印，不许打手。真是太谢谢您了。没事儿。还有啊，这个案子没有眉目之前，我不想声张。尽快让你老公去法院的档案室把当年的卷宗调出来，咱们有时间一起研究。行，没问题。正好帮我看一下，这个是当年的举报信，这个是医院的检查报告，你看那个吧。
干嘛呀？我尿。衣服没事吧？没。王自立，是方阿姨。哎。哎，什么情况？这么早？快进来。在外面等会儿啊。怎么了？我是觉得，你一直睡着这硬椅子也不是办法。正好了，我表姐家有一个上下铺的床，也没地儿用，我就想着拿过来跟你们俩用啊。这样你和木木一个睡上铺，一个睡下铺，睡觉也不打架了呀。方阿姨，我最喜欢上下铺了，一定很好玩。知道你喜欢。哎，辛苦你们俩了，把床放到里面这屋。好嘞。木木，你慢慢看着啊。哦，这边。你比我们想的要够周到的，可别弄这么早啊，夏丽。我一会儿还上班呢，这几天所里事儿多，忙着呢。上班之前赶紧给你送过来。床是不便宜吧？该多少钱我给你啊？不用了。那不行，这不能白睡啊，该多少是多少。这样的话，给个2万。啊。你啊什么了？你再问的话，3万3了啊。小心这边。啊。王自立，你进来帮帮忙。哦，来了。哟，这床好啊！木木，现在可以自觉上幼儿园了吧？木木是最听话的小孩儿，当然会去幼儿园，对吧？你给他点时间。哎，木木，要不阿姨送你去啊？好啊，好啊。那多不好意思呀！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反正我一会儿要走呢，我出去遛弯儿啊，别走远了。2万块，2万块你卖我呀？不能，打对折，还不是白给呢。喂，喂，是木木家长吗？啊，你好，我是木木周末跆拳道的老师。木木最近怎么没来上课呀？哦，对不起，老师，忘了跟您说了，我们家呀，准备搬走了，不在这儿了，所以我们去不了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好吧，好吧。好，谢谢。啊，没事儿。跆拳道呢，饭都快吃不上了。陈嫂，哎，来了，带我去巷子口的幼儿园。幼儿园？嗯，您不是说去对面和人聊天吗？木木这两天不想去幼儿园。哦，我得看看怎么回事。那
成，我们去幼儿园。小朋友们，今天呢是美术课，你们每个人的桌子上呢都有一张白色的纸，还有彩色的笔，你们就拿它们来画出脑海中妈妈的样子，好不好？好。乖，来，开始吧。去给你们拿更多的彩色笔，其他小朋友都要有耐心的继续画，老师会来检查哦，不要捣乱哦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谁叫你把我妈妈的脸画成这样的？你是金发碧眼，你妈也应该是金发啊。不，我妈妈是中国人，中国人头发都是黑色的，你妈妈是吗？我妈妈的头发当然是黑色的。你骗人，你妈妈应该是金头发。我没骗人，我妈妈的头发就是黑色的。那你肯定不是你妈妈亲生的，你是你妈妈剪的吧？剪的，剪的，剪的，剪的。我不是我妈妈亲生的，不是剪的，你就是剪的，就是剪的。怎么了？木木打我！木木，木木，挺好的啊，就是那小家伙太调皮了，回去得好好教一教。哎，木木，木木别跑了，木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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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爷，啊，您是？我是他老爷，怎么回事？老爷，他们欺负我，他们说我不是我妈妈亲生的，是捡来的。谁说的？你告诉我，我找他评理去。喂。喂，木木家长吗？啊。木木在学校出事了，您快来一趟吧。啊？行行行，我这就过来。哎哎，好。其实今天的事情呢，也不能全怪木木，但是打人确实不太好。刚才你也看到了，对方家长没有太追究这个事情。那今天回去您就跟他好好说说，也安慰安慰他。啊，您放心，我回去啊一定好好批评他。怎么说，这打人都是不对的啊，给您添麻烦了，老师。没事没事，哎，真的对不住我。我先走了。谢谢您了啊。我就受不了我外孙子让别人欺负，他妈妈也不回来，可把他给委屈了，让他回原来幼儿园去。爸，那以前的幼儿园一个月得一万多呢。哎，再说了，默默没多长时间就上小学了，咱有必要这么折腾吗？那就让他在家待着。那怎么行啊？我这还得上班，谁管他呢？喂，喂，黄司令先生吗？哦，我是。我们这是泰华医药有限公司的，我们看到你在网上投的简历，觉得挺符合我们公司的招聘要求，请您于明天早上9点到我们公司人力资源部来面试。好，好，那明天早上见啊，谢谢。哎哎。开学，必须让他上国际学校，要不然就在家待着。你不能都喜欢，你觉得？我告诉你，去不去由不得你。我不去。哎，师傅，师傅，麻烦你开开门，师傅。哎，来了。哎呀，今天来挺晚的啊。
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哎，快快快快快进去！我不上幼儿园。哎，车，小心。放心啊。哎，木木。这三个人是我们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信息找到的，你好好看看。帮忙看着。喂，老颜色。喂，是小芳吗？啊，我想麻烦您件事儿啊。你帮我看一下，咱们这附近有没有国际学校啊？是给木木找吗？对，他马上就要上学了，得操心了。那不是有黄自立在吗？哎呦，他医院的工作太忙，顾不过来呀。老爷子，确定要找国际幼儿园吗？对，就是有很多外国孩子的那种。行，那个我帮忙留意着，等我找到了跟您说。嘿，那就谢谢了啊。哎呀，您真是为人民服务的好警察。啊，再见。啊，再见。我跟你说，我一会儿的面试特别重要，你可得乖乖的去给我捣乱。哎，行，我知道，咱快走吧。你好，我叫黄自立，昨天你们公司通知我过来面试的。你先进去吧。你拿着这张单子呢，到里面等一会儿，到时候到你的呢，面试官会叫你。哎，谢谢啊。哎，这个小朋友你要管好啊，我们这里是办公区域。啊，你放心，我会看好他的。好。别乱跑。哎，来了。别乱跑。你别乱说话，坐坐坐，你说。我画画的时候不喜欢有人看。那批产品的质量没有问题吧？当然没问题。不过现在国家药品检验局都已经撤销了，你们的产品合格证是怎么来的？啊，是撤销了，但是我们那批产品呢，是在撤销之前就已经验收合格并研发成功了。哦，明白了。王老师，你可一定得相信我啊！我一直把您当成我老师一样敬重，我不可能害自己老师吧？这第二呢？我现在转行做到目前这位置上，还指望着跟您多多合作呢，我不可能自绝后路吧？放心吧，我相信你。哎呀，这一晃眼啊，那么多年过去了，瑶瑶也长大了，这不准备让她上贵族学校吗？学费可不便宜啊。哎呀，现在是个好学校都不便宜，而且这段时间医院方面正在评职称。所以可能还需要你多多帮忙啊！你的事儿不就是我的事儿吗？我这做梦都盼着您赶紧当上这科室主任，
这样刻意的半壁江山，不就是咱们吗？你放心吧，我马上写报告给上面申请管辖。谢谢，那就这么定了啊！你这儿来警没多少时间了，放心吧。喂，行，我这就下去。嗯，那就先这么着。行，改天我们聚。啊，行，那咱们随时联系。哎，木木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是谁呀？你不认识王叔叔了？我们之前有见过的。你认识我妈吗？当然认识了，我们是好朋友。哎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我陪黄叔叔来找工作。黄自立叔叔，你们现在还住在一起吗？当然了，还有姥爷，我们都住在一起。哦，那黄叔叔人呢？嗯。叔叔，你真是我妈妈的好朋友吗？那当然，我跟你妈妈是大学同学，当然是好朋友了。那你能不能让妈妈早点回来？她很长时间没回来了，也没给我打过电话，我很想她。哎，小郭，哎，王老师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这孩子，钟情的孩子。叔叔好。哟，都长这么大了。钟情去世得有一年了吧？是啊，留下这么个孩子，让黄自立一个人带着。他来了？他来干嘛呀？里面面试呢。叔叔，你刚刚说去世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去世呢，就是你妈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，永远不回来了。你胡说，我妈妈会回来的。你怎么跑上来了？怎么回事你啊？黄自立，哪位是黄自立？哦，来了来了来了。我现在进去面试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不许乱跑，不要乱说话，听见没有？我很快就回来，听见没有？嗯。是我的简历。你这是黄自立，啊对。哎，你先前不是在医院工作的吗？我是在医院工作过。这么重要的工作经历，怎么简历上一带而过呀？啊，我是认为，你觉得你忽略不提，我们就不知道你的底细吗？底细？什么底细啊？我们一个合作方刚给我发了信息，黄自立五年前曾经供职于科一医院心内科，因为医疗事故和收受贿赂被医院开除，这都是真的吧？情况不是这样的，这个不准确，我没有受贿。不管事情的真相是什么样，你都对我们隐瞒了这段历史。诚实是我们公司最为至关重要的东西，所以我们非常遗憾地通知你，黄先生，你没有通过这次面试。啊，我能跟您解释解释吗？我不需要听您解释，请回吧。谢谢。他就是科一的黄自立啊。对，就是他。他们科室的王军医是我朋友。
刚给我发信息说让我们慎用。像这种道德没有底线的人啊，绝对不能录用。就算录用了，以后公司的名誉都要被他毁了的。是呀。黄医生，哎，真是你啊，黄医生。你是？我是老葛，葛大运呀。五年前在科医的时候，我经常到你们病房去推销产品。我是葛大运，老葛呀。黄医生是这样，他是推销保健品的，在咱们病房四处乱窜。说话太难听了，什么叫四处乱窜呀？黄总，我是被你们病人呀特别邀请来做这个保健品介绍的，我应该算是那个。访客，对，访客，访客。黄医生，你看他这么大一个包里，全是保健品，你就是推销的。哎，那会儿留着胡子呢。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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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你好。哎，后来听说你不在科医干了，挺替你可惜的。当时我去推销产品的时候，就属你对我最好了。怎么样，现在在哪儿高就呢？最近在休息呢。是吗？那太好了。实不相瞒啊，我呀这几年干得不错，开了一家保健品公司，国家认证的，正规的啊。我名片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呀，欢迎你到我们公司来发展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谢谢啊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那我还有事儿，咱们改天联系。行，好吗？回头联系啊。好嘞，好嘞。哎哎，再见啊。再见，再见。哎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一定来啊。哎，好。哎，那不是黄自立吗？那孩子谁？钟晴的孩子。都长那么大了。黄自立现在混得挺惨的，连面试都得带着个孩子。你怎么知道他去面试？我看见了，还给面试官发了条短信，把他好好介绍了一下。面试官都认识？这栋楼里的医疗机构哪个跟咱们科医没有业务往来？都是熟人。那你帮他美颜了？我只是介绍了一下黄自立当年在咱们医院做过的一些事。那你不是害他吗？我害他？医生以救人为天职，我只是站在客观的角度如实的告知对方黄自立当年究竟做过些什么，我并没有刻意的诋毁。你想做好人？别忘了当年的举报信是谁写的。吴学义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当初是为了让你当住院总。我现在真的很后悔，我把黄自立害成这个样子，我觉得我对不起他。你要跟我离婚，所以还良心发现了是吗？是我良心发现了，王俊义，我跟你过够了。你非要在这么敏感的时期逼我离婚吗？我就是要离婚，我跟你一天都过不下去。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自私，因为你冷酷无情，行不行啊？你这么说自己孩子的父亲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我就是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我还给你留点颜面。怎么了？满脸不高兴，我没惹你啊。你骗我。我骗你什么了？妈妈走了。你说什么？你骗我，妈妈不会再回来了。默默，默默。他是你儿子，你不能丢下他。
生命是一趟旅程，谁是终点那个人？一直在某个地方有个你在为我等。生命是一趟旅程，你是终点那个人。原来就在我身旁有个你在为我等。要辜负多少时光才能和幸福遇上？原本一颗心快要变了，你出现让我重燃希望。是我们遇见你，我才懂永恒。爱的人才懂平凡多动人。等我们一起把未来去完成，这一生。吃什么？我去给你们点。木木想吃什么？给他来个儿童套餐，行不行？你呢？我跟他一样的，我也要儿童套餐。好，两个儿童套餐啊！我去啊。木木，你看看，王叔叔跟你忙前忙后的，还陪你玩，他对你是不是挺好的？行了。其实你心里特别想承认，就是嘴上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猜对了吧？黄叔叔是特别爱护你、关心你的人，所以你要学会理解他，知道吗？你看啊，他每天呢要照顾你，还要照顾老爷，自己还要去找工作，真的特别辛苦。还有，阿姨告诉你个小秘密。王叔叔呢？他小的时候啊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就是他脑子不小心摔坏了，所以他平常呢会对你态度不好，会对你发脾气，会对你没有耐心。他自己就跟三岁小孩一样，你会跟他计较吗？哦，就跟老爷一样，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你平时不会跟老爷计较吧？所以啊，你干嘛要跟黄叔叔计较呢？你能不能答应阿姨，从今天开始对黄叔叔好一点，开开心心和他在一起？你同意啦？还有你，我在，我有时间就陪着你，好不好？答应了啊，对他好一点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来喽！哇，看黄叔叔给你买这么多好吃的。你的。赶紧回去吧，现在你也累了啊。哎，你确定不要我送你回去啊？哎，不用。对了，你要是有空呢，多过来帮我教育教育这臭小子，他听你的。我没事了，多来陪陪木木没问题。关键是你，你对他多点耐心，争取早点让他叫你爸。你还记得这茬呢？嗯。我都不敢想，这臭小子能叫我爸？跟小孩打交道哪那么难啊？他心里想的特别简单，只要你全心全意为他好，对他着想，他早晚会接受你的。那他现在还不能接受你，还不是因为你自己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懂了吗？懂了，黄警官。嗯。开车慢点啊。嗯。走了。嗯。走了。慢点啊。哎。
叔叔，现在跟你郑重的道歉。黄叔叔以前呢，对你太过急躁，太没有耐心，都是黄叔叔的错。以后我慢慢改正，努力做得最好，让你可以接受我，愿意跟我在一起。默默，你能原谅我吗？ 谢谢。那我要是变得更好了，你是不是也得变得更好呀？哎，黄叔叔知道，你呢，想上你以前那个幼儿园，但是黄叔叔现在没钱。 不能让你继续上了，家里还有姥爷要照顾，所以你得要听话，好好的呢上现在这个幼儿园。如果你不去，那黄叔叔就没有时间去找工作，没有好的工作，那就更挣不到钱来养家了。到时候，别说你想回以前的幼儿园，恐怕。 黄叔叔和你还有姥爷，连饭都没得吃了。听话，我听话。听话就好，好，听话就好。你放心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黄叔叔都会保护你。叔叔，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什么问题？妈妈是不是再也不回来了？ 妈妈去天堂了，去天堂再也不回来了。黄叔叔，我好想妈妈。哭吧，妈妈不在了，我知道你想妈妈，黄叔叔也想。